二小姐，您说的公司咱们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您确定是这家公司吗？这家公司连电梯都没有呀。我确定啊，你怎么这么啰嗦？什么事儿啊，冰冰？我这不是想您了吗？来看看你。你可拉倒吧，找我肯定是有事儿。我还真有事儿，那我可直说了啊，您给我在您公司安排个活呗。你当真的吗？二小姐来这里上班，你爸爸要是知道了，他不得心疼死啊。那我都已经来了，你还能不管我吗？你要真的决定呢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入职呢？你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，合同都签了。不是，你真来我们公司上班了？当然啦，认识一下，我是冰冰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你别闹了，那你的职位是什么呀？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，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那你坐哪儿啊？我能坐这儿吗？就坐你旁边。可这儿有人了呀，让搬走吧。这事儿我说了也不好使啊，你得问。好，你等着。行，那你就像我那天说，可不可以请代理对象？行，没问题。谢谢。因为代理对象他搞定了。啊，这就解决了？这是谁？怎么不我这儿啊？我是他女朋友。哎呀，那个，这是咱们新来的同事冰冰。冰冰，哎，老同学，是不是老同学？我是萌萌，还记得我吗？萌萌。哎，对，我是萌萌，还记得我吗？啊，记起来了，记起来了，你是萌萌。啊，对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为什么在这儿？我在这上班啊，你做什么？我在这儿，你为什么在这儿啊？啊，以后我也在这上班。巧了，萌萌，你坐后边，以后这个位置冰冰坐。啊，好，那我现在收拾你们。什么情况啊？到底？你还是我认识的冰冰吗？你要想知道的话，晚上陪我吃个饭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再这样下去，我是不是就该养不起你了？没关系，这顿我请你。你一个新入职的，哪这么多钱呢？以后我也是月入十 K 的人了，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这么多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走后门进来的？我上头有人。谁呀？如来佛呀？吃肉吧。你是不是知道我肠胃不好啊？怎么了？你爱吃这个啊？不是，你怎么看出来我最擅长吃软饭的？我是看你长得像吃软饭的。对了，你和萌萌是同学呀？对呀，我们是小学同学。那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呀？我们是小学同桌呢，他呀跟你之前一样黑。萌萌听了会打你吗？他一点都没变，咱们不闹了，悄悄说。这个世界太小了吧，在这儿都能碰见老同学。是啊，这世界就是很小啊，小到我的世界只有你。那我给你整个世界呗。那你整呗。世界这么大，还是遇见你。胖胖，你看这个，可太有意思了。嗯。好玩吧？嗯，好玩，好玩。你看了吗？就说好玩。哎呀呀呀呀！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这样让同事看见了多不好啊。看见怎么了？我跟我自己男朋友说话还不行吗？同事之间不让谈恋爱，咱俩得低调一点。谁规定的呀？我找他去。哎呀，你可快消停点吧啊，姑奶奶，我现在有点忙，你自个儿玩吧啊。行吧。萌萌，萌萌，一会儿2000 years later. 浩浩，萌萌跟我说了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，一会儿一起去吃。
我不饿。那我跟萌萌先去了，一会儿我给你带一份回来。拜拜。